公司明文規定 ，sales 係唔可以私自留喺限量貨品噶。個客嬲到啊，話要報方張西望啊，要大小姐去拆膽子搞得掂喎。兩方 warning letter， 三年內唔准升職，即時調去電器部。即係要著住嗰件格冷衣做嘢啦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，今晚8點翡翠台。